喂，我想说聊一下这个以色列的问题。说嘛。我今天刷到视频说你支持以色列，我想问一下你支持的理由是什么？人家以色列是一个这个主权国家啊，有人这个往人家家里面扔煤气罐，对吧？人家自我防卫，这有什么问题吗？那我问一下，巴勒斯坦，你觉得巴勒斯坦地区应该有几个国家？有几个巴勒斯坦地区有几个国家，对，就是这个跟以色列应该不受侵犯，这个是不冲突的。以色列是在自己的领土上受侵犯的吗？当然了，我请问你，以色列第一次划分国境线的时候，它是有多少领土？以色列第一次划分国境的时候，那你具体让我说，我肯定说不上来。你说不上来是吧？我告诉你，巴勒斯坦地区47%的国土是以色列的，剩下的是巴勒斯坦的，对吧？这是第一次划分，我们不说了。那然后经过2次中东战争之后，对吧？以色列打赢了2次中东战争，然后他获得了大概就是67年的领土，比第一次划分的时候大了很多。本身第一次划分的时候，以色列就没有按照联合国的那个划分的条件来划分，它本身占的领土就稍微大了一点。经过2次中东战争之后，它占的领土更大了，对吧？但是在那之后，它并没有停止，还是一直在蚕食。到现在为止，以色列占了巴勒斯坦地区90%以上的领土。我请问，巴勒斯坦剩下的那些巴勒斯坦人民该生活在哪里？是不是本来我家有这么大，有100平，然后你把我家50%的那个50平拿走了，然后我现在去我家的厕所上厕所，你也认为我在侵略你家领土，对不对？因为厕所被你划走了，说你是这数个问据题来吧？源是哪里啊？数据来源是哪里？数据来源网上到处都有，你不上网吗？你不查吗？你来聊这个问我题，上你不网。了解这个东西吗？来，我跟你讲啊，啊，你咱们说，就肉眼看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现在的地图，我们肉眼看，你这个数据有问题。为什么我啊？数据有什么问题？就肉眼去看，就以色列怎么可能占了90%的土地嘛？巴勒斯坦地区，就哎，肉眼没看有这也百不分对之呀。九十，也有80多，所以说数据这个你是。承认吗？数据哪里来的？就你这个数据绝对有问题啊，绝对有问题！首先啊，我别跟你提说，是停，咱们现在去看地图，以色列的实控区，肉眼可见的来来来，巴我来勒斯顺坦序地导航。区，以色列能实控60%，就是我们肉眼去看啊，都算是多的了。不是你在你搞这笑百吧？分之百分之九六十，十张嘴就来，百分哎，之九十还等会一有今下，天？等一下，往他家扔煤气罐吗？你这张你嘴别，就来啊！你别打断我啊！你你就别打断我好肉吧？眼看，你都不可能行，说出你这别种打数断字我，啊！你我行，你先的别天打断呐，我，你真是搞笑，你简直你就别是……打断我好吧？你先听我先说，别打断我好吧？你先别打断我，你自己好好看一下以色列到底占了多少领你土。你跟我说百分之六十，数据来源是什么？我跟你说，我们国家一直支持的以色列，按照1967年，来说敏感的啊，来你说敏感的了啊，来你如果不说敏感的，来我现在我把你再拉上来。你如果说不说敏感的，我再把你拉上来。别急啊，刚才那人叫什么名字？那人叫什么名字？那人叫什么名字？你说敏感的了啊？我不说，为什敏么？感的，好吧？对，你说敏感的了啊，我不不是说说敏我感不的。让你说，你说敏感的了，所以我把那你我禁就赛。这样说一下，加沙地区那么一小块地方，塞了多少人口在里面？然后以色列还不允许别的国家往里面运送物资，就你觉得这个样是正确的，对吧？就加沙人不，别急，咱们一点点说，一点点说。别着对，急。你你说，首先，你刚才说这个数据，说这个乙是说乙占了巴勒斯坦地区90%领土，数据哪里来的？数据哪里来的？就是数据哪里来的？这个东西，我跟你说，因为我今天是看到你的视频，然后再上来连的。因为具体我也没查，没啊，查反你，正那是你没至查少你，有那百分你之别八别十以稍等上。稍等，你没查你这个数据从哪里来的？我之前看过的，但是我没有去刻意去记那个数据，好吧？我之就前是在网上看到过资料，但是我没有刻意去记那个数据。总之就是巴勒斯坦地区，它占了绝大部分领土，好吧？好，是这样你啊，承是认这吧？样。是别，你别问我什么事，就你这个就纯属就是离谱，就太离谱了，你先别说离谱不离谱，我就就这个问你。咱们就都不用知道这个数据，你就肉眼看就不可能。另外，我再跟你说，如果说乙控了巴勒斯坦地区90%的领土，我就跟你这么讲，就今天这个事儿就不会发生，就不会有扔煤气罐这个事儿，巴就不可能往乙扔煤气罐了，
知道吧？不是，行，那你先继续说你的观点，你先说。我没什么观点，你说你的，我希望的是什么呢？我希望就是说咱们不要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的正确。我不是这个问题，因为你现在的想法就跟什么，就跟我上初中的时候想法一样。就我看到一些什么，哎、我不管跟你什么犹太媒体，你就说逻辑就行了。控制的那些什么意林啊、读者他们写的一些文章，说什么以色列人什么最聪明的民族，对吧？又什么以色列人，然后什么自己一个一国之力，要抵抗整个阿拉伯国家。纯白花架，感谢比利斯西九总，感谢。就你纯粹就被那种文章洗脑了，你觉得以色列就是这个民族优秀，感谢比利斯西九，感谢，对吧？所以你就觉得他做什么都对的。讲逻辑。你别说我什么被洗脑被不被洗，讲逻辑，咱们都讲逻辑。你看我没说你被洗脑吧，是不是 ？OK， 说逻辑可以。讲逻辑，你说嘛，就是那问你，以色列有没有侵占原来划分的联合国划分框架下的巴勒斯坦的领土？有没有侵占？嗯，好，那我就不禁要问了，那为什么以要侵占呢？那我问你啊，为什么呢？侵占了，对，直接承认嘛，对吧？没有什么不好说的。那你都承认侵占了就可以，那你继续讨论吧。那为什么这个以要侵占呢？你告诉我吧。嗯，那有没有可能是巴王也扔煤气罐啊？一开始就是巴王也扔煤气罐是吧？就没断过，咱们都没断过。OK，我是这样、啊，这个我知道，啊、是这样。这个我也承认。你稍等一下，我说一下啊，我跟你聊，我觉得聊得挺愉快的，因为咱们俩都可以承认事实，不会搁这滚刀，对不对？你说，咱们客观事实没有必要说。OK，我说是，你说不是，那就没意思了。行，你说。好，我问你，是不是巴一直？就是不服，就认为乙不应该在这儿，就不服就要把乙给铲除掉。对，确实是的，是吧？对，那你凭什么呢？人家乙是人家乙是这个一个有主权的一个国家，有明确的边界线，你扔煤气罐要把别人除掉。OK， 先问你一下，就是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建国的理由，就我看过你之前的视频，你说是联合国决议对吧？英美支持。这是你的理由对吧？五常都支持。五常都支持。但是那时候中国还没有加入联合国。别说名字，不要说国家名称。啊、OK。来，五常都支持是不是 ？OK， 支持没问题、好，没问题。好。但是现在五常支持的是什么？是不是67年实控线、那现在五常又支持了，你为什么又不说五常支持的话题了？好，我不禁要问了。当时联合国说什么、什么这个巴以两国。按1967年这个分界线，对吧？两个国家都这个进行建国，就是巴勒斯坦也建国嘛。当时是谁不同意啊？巴勒斯坦不同意啊？对呀、他自己不同意啊，对不对？乙当时同意了，五常乙当然同意了。嗯，乙本来没有国家，他后来搞了个犹太复国运动，想在巴勒斯坦地区建国，那他当然同意啊，对吧？他白捡一块领土，他为什么不同意呢？别急，你别说白不白捡。这个话题咱们稍等聊。就是你现在说1967年这个巴以两，就是他本来没有，他后来你从人家家里面划了一大块给他，他当然支持。好，你说乙本来没有是吧？我现在就告诉你，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巴勒斯坦这个国家，对，巴勒斯坦是个地区，巴勒斯坦是个地区，对，是这个地区，但是从来没有这个国家，那你凭什么说这个土地是巴勒斯坦这个国家的？土地不是巴勒斯坦这个国家的。说这种话就没意思了。就土地不是巴勒斯坦，也不是以色列的，对吧？就凭，因为当时这块土地是没有归属权的，你是这个意思对吧？英国在管理，当时是英国在管理，英国给了以色列，逻辑链非常清晰。我就问你，英国在管理，英国给以色列，别说敏感的啊，不要说敏感的，我不说敏感，巴勒斯坦，我就说法理，对，我就说法理，你觉得这就是法理，这就是正确的，对吧？就是你说了就行了。本来我巴勒斯坦地区人民生活在这一块，然后现在来了个就是强势的国家，他管理了，他说我英国管理这一块，然后我现在把它划给以色列。然后就必须得认，是这个意思吧？好，我再跟你重复一遍啊。这个土地上生活的什么人和这个土地的所属权没有关系。来，这句话认可不认可？我不认可。你不认可是吧？好，世界大乱。世界大乱。对啊，就是因为我有我每一个，所以才会有大乱。每一个上麦跟我聊巴以问题的人，他们都不认同我这句话。就是我确实不认可土地上生活的什么人和土地的所属权没有关系。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就如果这句话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听我讲完，问你一个问题，别急，稍等，别急。如果这句话不认同，世界大乱，那就没有必要聊了。世界大乱了 ，OK。说第三次世界大战了，可以聊。第五次、第六次、第100次世界大战了，不是说不能聊了，可以聊。为什么不能聊？可以聊，这句话完全可以聊。
你说的无非就是强权就是公理嘛，对吧？我当初美国是印第安，然后这块土地并不属于印第安人，对吧？美国打赢了。别提，稍等，我再说最后两句啊。你说嘛。土地上生活的人和土地所属权，这个是两码事儿。嗯，那我再问你一个，二战之后别提，这个就是二战之后的国际秩序。OK， 我再问你，二战之后的国际秩序是什么？就是各个国家。你不要把这一个话题来回反复说，好吧？你要阐述新的观点，你不要就这一个观点来回说，这样就没意思了，好吧？我会认为你没有别的话好说了。这是基本原则。OK， 那你说一遍就够了。国际秩序，这是基本原则。你说一遍就够了，你只要提一次这个观点就够了，你不要来回说 ，OK 吧？你说一次就够了，因为你不认基本的二战之后的国际秩序，那你都这么牛了，我跟你聊什么呢？什么叫基本的二战之后？就这个二战之后，国际上除了巴以地区，还有很多地区有领土冲突的。那别对吧？别不要不，我们就聊巴以就行了。我不说敏感，你自己心里清楚就知道了。就聊巴以就行了。很多地区都有领土冲突的，那你觉得当地人就必须得认这个二？我们就聊巴以就可以了。行，那我问你，现在以色列背后的支持者是谁？是不是美国？你说就可以了，你讲嘛。是美国吧？有美国的，你认不认可？这个事实是事实，对吧？事实。嗯，大家都知道是美国，对吧？我就问你，联合国大会上以色列代表发言的时候，是不是大多数国家都离场？别说这个你知道吧？我不说，别说大多数，对吧？不要说动不动说大多数。这个你也要数据是吧？这个新闻你没看吗？新闻你没看吗？我不清楚，我确实不清楚数据。你这个都不清楚，那你在聊什么呀？不清楚，那你清楚你数据是多少啊？你清楚吗？那数据是多少啊？一半以上，知道吧？代表的一半以上。哦，你数据来源是什么？来源是什么？新闻上的呀，我们自己国家的记者去采访。你能搜一下吗？别急啊，不要说敏感的。你能搜一下？我现在搜了，我怎么发给你啊？那，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能具体跟我讲一下，或者大概是多少个吗？我不能说国家，我不可能一个跟你数，好吧？嗯，那我来搜一下，好吧？嗯、你现在既然问了，我来搜一下。对你有电脑吗？或者其他的电脑？我有，我来搜一下。那你现在就搜一下嘛。嗯，对，你搜一下嘛。我等你。对，我等你。多数国家离场。我等你啊。好，我现在在搜，很快好吧？因为这个东西很好搜。因为我是知道多少个的，我知道的。OK。排在我手里。你不是说你没有关心过吗？你现在怎么说你知道了？你搜嘛，排在我手里，排在我的手里，排在你手里。嗯，排在你手里。好，行。你搜嘛，我等你，放心。我等你，对，一搜一个不吱声，什么？我搜要时间的呀，你怎么就在这里开始？好，在这里搞起来了，嗯，好，你搜，我等你，嗯，不着急的，慢慢来。在搜的过程中，我问你一个问题，这敏感，好，OK，反正这个事情你知道吧？你这个事儿不说，你不说。这个你又不说了，这个敏感，那你知道外面有很多游行的支持巴勒斯坦？敏感啊，别说敏感词。我这哪里面，这哪一个词敏感？巴勒斯坦敏感？你看，开始炸了啊，开始炸了！你要聊就聊，你不故意说这种话是吧？我不是故意说这种话，我很少连麦，好吧？很少连麦，我不知道你们说的敏感词是什么。你第一天搁互联网冲浪啊？我不是第一天，但是我不知道哪些敏感词。你怎么你家网速是3G网啊？到现在都没搜到啊！我得需要时间啊，你不是要国家名字吗？我得需要时间是吧？国家名字跟我讲数据就可以了。有多少个？这个当时这个还真不好搜，好吧？因为我搜到先看到这新闻，大多数国家离场。搜不到是不是？搜不到，你多少个数字就行了。我也不这个新闻是一个我觉得很有那个。就是官方背景的记者报道的。你现在给我数字就行了，给我数字就行了，数字，对吧？那你给我数字就可以了。那你先说你的嘛，你先说，你不是说你手里有牌吗？你先说你的可以吧？说什么？你不是说你手里有牌吗？你把你那个牌亮出来呗，你说呗。我骗你的，我没牌。你没牌，那你在跟我说什么呢？我没牌啊。你没牌跟我说什么？你在炸我？我骗你的，我手里其实没牌的。你没牌，那你在说什么呢？对吧？我现在告诉你，你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没事，你先搜，你这样，你先搜。我提出个观点，你必须要我拿出最原始的那个数据。不是最原始，你最起码得说出有多少个
这个离场吧，这最基本的吧，对不对？嗯、哦，最基本的、嗯。对啊，如果你都搜不出来，你是怎么知道的呢？那这不这矛盾吗？我看新闻看到，但是我没有搜集新闻数据的习惯。这矛盾呢、啊？不矛盾，不矛盾。这个新闻你在网上你也可以搜到。搜了两分多钟了，嗯，搜了两分多钟很正常，因为这是个小事情。以色列代表发言，国家离场，这是个小事情。你先搜，我再给你两分钟，没关系，我再给你两分钟。嗯，不妨碍，我一边搜一边可以跟你聊。可以，你多大岁数了？二十几岁。啊、哦，现在是工作还是上学？工作了呀。做什么工作啊？你要问这个干嘛呢？你随便聊聊嘛。你做什么工作？随便一个行业从业者都是几百万。互联网行业。哦，代码还是干什么？码农。啊、哦，码农，现在一个月收入多少呢？你要问这么细吗？这跟你好像没什么关系吧、嗯？确实没什么关系，大概嘛，聊唠嗑嘛。嗯，两万不到，差一点。哦，那可以啊，收入很高了，很好了。在码农这块算一般吧。哦，那你码农，你的信息检索能力应该是比较强的，比一般人我觉得、嗯、确实比你强，因为我就看了你两个视频，我就感觉你这个信息获取能力比较差。哦，是吗？说实话，对，你获取的都是我十几年前那种信息。什么以色列人类之光这种的，那以色列确实是一个发达文明现代的一个国家，那确实是。OK， 你阐述一下你之前的阐述一下你之前那个观点，我看到你在上个视频上说别急，你先搜嘛、嗯，你搜到没有嘛？这都好，我现在还没搜到。不是你这你关键词搜索呗，这怎么四分钟都搜不到呢？你要具体的数字，什么占比多少多少国家，这种不用，你就说多少个离场就行了，很简单嘛。他没有多少个离场，只说半数国家离场，就这么说的，知道吧？这你，我的天哪啊！我来搜一下啊，以色列。你来搜。我来搜，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搜到啊。你接着搜，你就不影响啊。以色列联合国，我来搜一下啊，我看能不能搜到啊。你搜，我看你搜。这个，哎呀，来，网友们有搜得到的吗？网友们有没有搜得到的？啊，你网友们有没有搜得到的？啊，我看一下啊，有没有搜得到的？我来看一下啊，我发现这个信息来源呢，还是比较单一的。比较单一，那对信息来源挺单一的，就是这几个，在这个中文互联网上还是就这几个消息来源，什么什么官什么什么网啊，腾什么什么我什么什么新闻啊，我倒不是在那上面看的，我是看了、我是看了某个记者的账号，你是在那个官什么什么网上看的是吧？不是某个国家官方记者的账号。哦，这个我说实话，这新闻还是比较单一的。他自己的个人账号，对吧？个人账号上看的。他之前采访过，因为以色列他自己有个人的代表团，就是他请了一些。我不是，稍等一下，你这个信息来，你这个信息来源是什么？就是你的这个你看到这个信息来源是什么？哎，好几天前的事情。哦，是一个个人的账号发的是吧？我们国家有一个记者，他别说敏感的，不要说敏感，你就说就有一个人就行了，哎。他是个人的身份，对，个人的身份。好，那他说的是几个，是多少个这个？他没说多少个，就是挺多的嘛。那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太不严谨了，太不严谨了，而且是个人的账号嘛，对吧？你这个，我说实话，我也没搜到，因为这个消息来源太单一了，就关什么什么网，还有这些。我倒是没看什么关什么网，好吧，我也不看那种。好，稍等啊，我再看一下。OK， 那你继续说嘛，你继续说。没有什么其他消息来源。好，我们网友们说啊，他们搜了一下，有六个，有的人说有四个，有的人说有九个。好，我就算十个嘛，我就算十个行了吧？行不行？那就算十个吧，全世界有多少？全世界有多少个国家嘛？我觉得十个肯定不止，好吧？不是，你看网友们搜到有六个，有八个。那这个先不要讨论，好吧？先讨论下一个。好。我这样，我想说两句啊，就是说，你说，通过咱们刚才大概16分钟的这样一个聊天，我发现呢，就是说，你给了我两个数据，第一个是以色列占了多少巴勒斯坦地区的领土，第二个有多少以色列开会的时候有多少什么什么国家离场，就是你给我两个数据都是
不能说不准确，都是错误的，就是说直接就是错误的。可以。就是说我个人建议啊，以后呢，你的消息来源要更加权威一点，好吗？我没有恶意啊，可以的，没有恶就是意。你的消息来源可以不权威，但是我的必须权威，对吧？不是，你举的数据嘛，你举的数据又没有来源。那我给你一个图片可以发吗？图片你发不了的，你什么？你这个图片来源是什么？就是网上以色列，就是从建国到现在它的领土变化。从建国到现在，它的领土变化，对，图片。你说那个图片，其实我看到过，就是啊，你说看到一过？九几几年，2000年，2024年是这个吧？对对对，那是这样，就那个图片啊，那个是典型的一个造谣图片。之前哦，在又解，造谣，为什么？很简单，现在打开你的苹果手机的苹果地图，现在打开就可以了。你看那个是吧？你相信这个地图的划分这个疆界是吧？你不考虑实况，你就看这个，是这个意思吧？我看看地图有问题吗？那你知道实况和这个就是手机上显示的地图两个是有区别的吧？我这个我不清楚。你不清楚，我不清你楚。觉得手机上显示多少，这个国家它实况就是多少，是是这这样样吗？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吗？你是这确定样的。吗？确定。你要是信这个，那我就没话说了呀，那我肯对定吧？以它地图为准呢。很多国家之间，它非法占领的领土，它地图上是不会标注出来的，因为这个东西没有得到联合国承认，知道吧？它手机地图上只有联合国承认的这种官方地图，它才会标出的。那这个你你不知道看的吗？这个图是从哪来的呢？这个图从哪来？维基百科上有的，好吧，我就这么告诉你，你去搜吧。我肯定是以地图为准呐，肯定以地图哦，为准你要呐。以地图为准，但是地地图图它不是显，官方的，肯地定图以不地图显为示准的，你怎么呐。办呢？地图不显，那俄乌冲突到现在，俄罗斯占的那些领土，地图上也没显示啊。那实控的到底是谁的呢？我问你你，说俄罗斯这个事儿是吧？我不说俄罗斯这个事，我打个比方。打个比方是吧？那以什么为准呢？那你说以什么为准那不是，我就问你，俄罗斯和乌克兰打到现在，它双方的时空线变了这么多，那你觉得这个你是信地图还是信这个时空线？就地图上给俄罗斯画的领土一直没变，所以俄罗斯就一直乖乖待在自己领土里面，是这个意思吧？好，那肯定俄乌这个肯定是战争嘛，对吧？时空线一直那在变以色嘛。列和巴勒斯坦是不是战争呢？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也是战争。那不就对了吗？对吧？他既然一直在战争，他双方时空线一直有变化，那你为什么不承认呢？你还信什么谷歌地图？你这不是搞笑吗？对吧？我没说谷歌地图啊，那你你应该刚才以说什的是么？谷歌地图啊？你说打那开手机好，看谷歌地图吗？看苹果地图啊，苹果地图、谷歌地图不一回事吗？那不一回事啊。行，苹果地图。那你好，说打那开苹果地图好不是搞笑吗？，OK，好，那我想问一下，那应该以什么为准呢？应该以什么为准？以它实控的地方为准，好，对那吧？它时空的地图在哪里看呢？你自己上网找资料啊，这个检索资料的能力就是不用我去教你吧，你看到没有？对吧？就是说，你说不应该以官方地图为准，就是巴以这个问题。对然啊，后呢，因为你他给们我在找战了，争状态啊，你还要然以官后方为准吗？别急，然后你给我找了一个连消息来源都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一个照片。维基百科不是跟你说了吗？还要怎么给你好，消不息要来说源？这个敏感词，不要说这个敏感词啊，就你这个照片是从就是说你刚才说这个地方下载下来的。是你吗？不是说你也看过吗？是不是？我是在微博上看到的。你在微博上都能信啊？我在微博上看到的。你这样啊，我给你点关注，你可以发给我，我看一下是什么。我看我们说的是不是一个东西。你给我点关注，我现在发给你，还是什么时候发给你你肯定现在发给我啊，你不然？OK，要不然等待什么时候那呢？我现在发给你，好，我看一下啊。我私信你是吧？对，我给你点关注了，你可以直接给我发私信了。来，我看一下啊。你说完这个，你说以色，你之前的观点是以色列是一个主权国家，所以我们要支持以色列，对你吧？发动态就可以了，你发动态，发动态就可以了。我现在手机在连着，我不太方便，好吧？待会再给你发。不是，你不是有其他电子设备吗？我有其他电子设备，但是我现在手机登的这个账号，我要过去，我得切出去，我把这个手机给它连断了，知道吧？那你让我怎么看呢？那你这。这个可以边聊边看，我去想想办法，好吧？边聊边看，可以边吧？聊边看，那你的其他电子设备没有登 B 站吗？你行，可以，我现在去操作一下，然后我再问你，你之前的观点，你说的是好，你稍以等，色列是一个你主。先把这个图发了，先把这个图发了。就你一次只能处理一件事情吗？我发给你操作的这个中间的时间不能再做其他事情了吗？那可以，你要操作可多以，久吗？操作多久？我们一边聊一边那个呀，对吧？你很着急吗？那确实挺着急的，我想看一下这个照片。
行，好，那我来搜一下。对，我想看一下这个照片，因为我不知道我们看的是不是一个照片，对吧？嗯，好，行，我现在找一下。你发动态，嗯，你发动态嘛，嗯，对吧？你一个程序员，你不可能电子设备你玩不转呀，对不对？不可能。玩得转呀，玩得转是玩得转呀。嗯，好，我们看一下啊，因为我不清楚他跟我说的是不是一个照片，对不对？好，嗯，不着急啊，不着急，咱们慢慢聊。哎，我能跟你聊到。那我在搜的时候，嘴巴可以一直说，对吧？你在搜的时候，你还没搜到。不是在搜，我要再给你发这个东西，我总要操作，总要有时间，对吧？哦、那我就把你之前的观点拿出来说、嗯、你说以色列是个主权国家，所以你支持。那我问你，不是，哥们，你是不是又是编的？你是不是说漏嘴了？我在搜的时候等于说你还没搜到了。我在给你发私信的时候，你什么，你，我发现你啊，一个主播你的基本素养是有的，喜欢抓别人的漏洞，对吧？对于我们这种平常不怎么上网，嗯，不是不怎么跟人连麦的。你自己说的，我在搜的时候、你自己说的。你现在点了我关注了是吧？我点了。啊，行，那我现在发给你，好吧？我现在去、找一下。嗯，你发嘛。嗯，来，我看一下你的 ID 叫什么，叫景观城啊，主。嗯，对。啊、你给我直接发消息就可以了啊。嗯，观城啊，主。不是你搞了，现在还没关注我是吧？我点关注了，已经给我点了，我给你发个私信而已，我已经点关注了。啊，行，你可以直接给我发，你给我发。哦，行行行，好的。啊。哎，我也给你发个私信啊，我也给你发个私信。好好好，可以。嗯，好，我已经给你发私信了。嗯，已经发了。好。好，别急啊，咱们时间拉满。你说今天晚上时间拉满，时间拉满，你还不让我跟你说？说话，我每次一说你就打断。想说说，我在说你之前的那个观点，我说了好几次了，你都要打断我。嗯，什么观点？对吧？你说因为以色列是一个主权国家，所以你支持以色列没问题，对吧？这是你说的，对吧？那对，他主权国家他被侵犯了，然后、他被侵犯了。对，那现在请问，现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谁强？以色列强，对吧？那现在是以色列侵略巴勒斯坦，还是巴勒斯坦在侵略以色列？是，万事都是有一个前后顺序、有个前后顺序。对对对，就是说以色列几十年来一直被巴勒斯坦给侵犯。哦，这是你获得的信息，是以色列一直被巴勒斯坦给侵犯，就等于说以色列占了别人的房子，然后别人反击一下就叫侵犯。嗯，别急，不反击就被他蚕食，是不是这个意思？别急，来，请问是巴扔煤气罐先，还是以侵犯先？我问你，你之前不是说支持联合国决议吗？嗯，支持吧。嗯，那按照67年决议，为什么以色列还要突破那个防线呢？嗯，为什么要占领呢？因为而且以色列答应了要退还巴勒斯坦的领土，为什么一直没有做呢？嗯，好，来，嗯、因为巴一直在扔煤气罐，因为巴一直在扔煤气罐，因为以色列一直没有把领土还给他，他当然要扔呀。好，那我对对我问一下你，请你正面回答我，嗯、是扔煤气罐在先、嗯，还是占巴勒斯坦的领土在先？那我问你。嗯，先回答我。那当然是占巴勒斯坦领土在先。这个是纯纯错误，是扔煤气罐在先。哦，嗯，扔煤气罐。你知道巴勒斯坦地区之前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生活，他们之间是很和睦的，基本上没什么冲突。这个冲突是英国人为制造出来的，这个你知道吗？你说呗。哦，你不知道？你讲嘛。你巴勒斯坦地区这么多年、几千年来，这两个民族在这边没有像现在，从来没有像现在，不是说从来没有。就说近几百年来没有像现在冲突这么严重过。嗯，然后呢？你知道吗？嗯，然后呢？啊，然后呢？嗯、就是、是谁喊着天天要把以色列给抹除掉的？以色列抹除掉，你本来两个地方人生活在一块好好的，然后那你就生活稍等，巴就不承认以呀、啊？你跟我来一句，你这是单相思啊！以是一个主权国家，人家有自己的领土范围，有边界的。嗯，能明白吗？嗯，那现在以家里扔煤气罐是什么意思啊？我问你，现在以色列承不承认巴勒斯坦？而且巴经常说这片地就从来就不属于犹太人，这怎么又自古以来是就是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巴勒斯坦什么和睦相处呢？这个话到底嘴里怎么一张一闭，怎么又变样了呢？嗯，你记住了，就是巴一直在喊着要把以色列给抹除掉，但是以色列从没有说要把巴给抹除掉。嗯，你的一句话不要重复说好吧，你这观点说一次就行了，你这样占用太多时间了。
你说一次我听得见，好吧？我听得见。嗯，你说嘛。嗯，就是以色巴勒斯坦说要把以色列抹除掉，对吧？这是你说的，所以以色列有理由去反击巴勒斯坦。这是你的观点，对吧？这不是，这不是吗？巴你刚才要把以抹除掉，并且也采取了行动，嗯、扔煤气罐、啊，并且也采取了行动。对，扔煤气罐。哦，那我问你，动不动在边界挑事？你知道以色列的那个犹太教？他们的教义是什么样的？不说这个啊，不说这个、不能说是吧？不能说是吧？要不能说，对，就是他的教义也是要抹除所有其他的。不，稍等啊，不说宗教，不说宗教，就你觉得巴勒斯坦口头上说要抹除以色列就是，但是以色列那个他宣传的要抹除巴勒斯坦就不算，对吧？你这不是双标吗？那稍等啊，稍等，你等一下，咱们就是说只看双方做了什么。双方做了什么？那现在以色列我们只看双方的行为，只看双方的行为。现在以色列做的太过分了，他简直就是已经造成人道主义灾难了。谁先动的手？因为你图片发了没有啊？先动的手。嗯。啊，行，我现在你别管人家说什么嘛。嗯，对不对？当然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所谓的你说的这个东西啊，我不清楚啊。我们不说这个，哎，我们就看双方谁先动的手就完事儿了。好。嗯。你图片发了没有？我现在就发给你。我看一下你给我的消息。你直接发动态就可以了，发动态嘛。嗯，你发一下动态，然后私发一下，然后发个动态。我就跟你这么讲，如果说乙真想把巴给占了，给抹除掉，早就没了。打中东战争的时候啊，如果不是乙把这个地还给巴，哪有什么加沙啊？巴早就没了。乙想抹除巴还不简单呢？乙想抹除巴很简单。太简单了，嗯，你知不知道加沙以前咋中东战争的时候被乙占过啊？是乙还给巴的，知不知道啊？你要知道打过去和占领这是两回事，好吧？乙退了很多巴的领土，他打过去和占领这是两回事 ，OK 吧？这我能打得下来，但不一定能占领。啊，这是两回事，你可以理解吧？你可以理解吧？我明白你的意思，但这是、就是说，实际上在过去发生过的就是乙占领过。占领过巴很多领土，因为当时打中东战争，巴先动的手。占领过之后，巴又把乙又把这些土地还给巴了。为什么呢？乙无意占领巴的领土。哦，乙是大善人，对吧？因为乙更加文明，就这么简单。哦，乙文明。乙是一个发达国家，人均 GDP 将近50,000刀。啊，我发给你了。嗯，好，我看一下。你就是说意思是，只要人均 GDP 高，就是文明国家。是这个意思吧？别是不是这个意思？你刚才自己别断章取义。好，发动态了没有？你这个图片发我发了，我发你那个了。你发动态嘛，直接发个动态。你发我发动态干嘛？我就发你那个私信了嘛。大家也看一下。发动态你不能调出来嘛？我不想发动态，我不喜欢发动态，因为发动态底下会有一群。我发动态底下会有喷子，知道吧？我现在已经收到很多喷子的这个。你可以设置，让大家不评论的。我不会设置这个东西，我也懒得设置。不是你看到了吗？发动态吧，大家都能看到啊。那这样，你把我的这个图发动态，大家都能看到了，不就行了吗？很简单。你的图片呢？那我发干嘛了？你自己发呗。你发，你标注是我发的，不就行了吗？因为我懒得发。你自己发呗，发个动态，这有什么？让大家都看一下。那我发一下，好吧？发一下嘛。对，这个又没什么，这个图片也都是合法合规的，这有啥嘛？对不对？对，发一下啊，发一下。大家发了之后，大家都能看到啊，别急，你先发吧。可以。嗯。然后你继续说嘛，不要耽误时间嘛，说嘛。那你接着聊嘛，你说嘛。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之前很多人私信我说我是，美分，说我是美国的走狗。结果现在又有人很多人私信我骂我是反美的傻逼。那不攻击啊，咱们不攻击，就纯粹我不攻击，观点交流，就是觉得这个网上的人很搞笑啊。动态在哪发？我再找一下。你发动态是回到首页。点下面有个加号，然后加号之后找到了，找到了。嗯，好，好的。对你发一下这个啊，你发一下这个。发过了，好吧。发过是吧？好的。嗯。好，别急啊，别着急。好，大家也去看一下啊，大家也看一下他的这个，这个图片啊，大家不攻击啊，就纯粹大家这个观点。那你想做，他们不可能听你的，好吧？那我只能说把我说这个说的要就是我该说的话就说到、就是、我该说的话就说到那我们现在继续聊呗，你不用管他们的，好吧？继续聊呗。说你刚才说到哪了？你说嘛。
你讲吧，你说文明国家对吧？以色列是文明国家，对的，就意思是现在以色列在国际上是正义的一方，巴勒斯坦是不是正义的一方，对吧？嗯，我跟你这样讲啊，咱们就有什么说什么。是一个主权国家，人家是有边界的。巴勒斯坦是不是一个主权国家？巴现在还不是一个国家，我们承不承认？你稍等，你别急啊。我想问你一下，如果说巴是一个主权国家，那么它的领土边界在哪里呢？现在联合国支持的是67年的。嗯，那巴自己承认这个吗？巴现在连67年他没有啊。嗯，来，别急，我的问题你没有回答。来，就是说，如果你说巴是一个国家，那么请问巴的这个领土边界在哪里啊？巴的领土边界？嗯。对呀、啊，最基本的嘛，一个国家不可能没有边界嘛。我这么说吧，它巴勒斯坦地区，它不像以色列这样是一个主权，就是有一个能说话算话的一个地方，对吧？它这个地区的民族成分非常复杂。嗯，来，它不是一个单一的。稍等，你别稍等，你没回答我的问题。就如果说你认为巴勒斯坦，它的主张很多，因为它背后支持的，比如说埃及、也门，然后沙特，就是这些国家，它背后各个金主，每个支持的都不一样。你这个东西你很难去说，对吧？就是巴没有边界，巴勒斯坦没有边界。不是说没有边界，嗯，就是说可以按照联合国划分的67年边界，现在是，联合国划分的67年边界可以作为法理基础。嗯，可是巴自己不认呐、你别说他自己认不认，你先把这个能不能按照，没毛病啊，这个我觉得说的很好。因为67年的边界，当时以色列也承认了，嗯，好，他们也愿意去归还，但是没有做到，对吧？是。嗯，你说的没毛病，但是巴自己不认，这是问题的关键。我觉得挺好的，按1967年的这个边界双方划定，对吧？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我觉得挺好的。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巴自己不认呐、你别说什么巴认不认，现在恐就是那个你说的那个扔煤气罐那个事情，嗯，它发生在以色列占领的那一片地区，对吧？就是占领的这个决议内本来应该属于巴勒斯坦地区的那些地区，你知道吧？我这么说你可以理解吧？扔煤气罐在先还是占领在先？又来了。那我觉得有个先后顺序啊。那我觉得是占领在先啊。嗯，好。嗯，我们就往前推一下历史嘛。嗯，怎么能是占领在先呢？那第一次中东战争的时候，以色列都快被灭国了。嗯，对不对？只要第二次中东战争、第三次中东战争都是以色列都快被灭国了，就是这样。你觉得？联合国他在这个地方划了一块地给以色列，巴勒斯坦人就必须得接受，是这个意思吧？嗯，你什么是这样啊？不，这不仅仅是联合国决定，这是五常。我说的联合国还不能代表五常吗？联合国包括五常，五常是五常，咱们就联合国包不包括五常？包括，但是五常是最具有话语权的。那你跟我扣这个字眼干嘛呢？嗯，对吧？因为说实话，联合国除了五常之外，其他的。这些我说了，联合国的决定，五常如果有一方不同意，那联合国决定就还出不来。嗯，好吗，这样你理解吧。嗯，说那不就行了吗？嗯嗯，讲吧。他既然你说就是本来这个地区，他没有以色列，然后是联合国决议划给了这个一块地方给以色列建国，对吧？所以这块地区就应该属于以色列，但是巴勒斯坦人不认，所以他们要打。嗯，然后呢？嗯，这个事情在当时的世界上会发生很多呀。除了巴以来，不要扯其他之外、我不扯其他的，我就是说你知道吧？好，这个你应该清楚吧？对，我先不、我们就以色列巴勒斯坦啊、嗯，现在联合国决定了，就是在巴勒斯坦这个地区设立一个国家叫以色列，就这么简单，怎么了嘛？他当肯定有人不服啊，他背后也有人去支持，他要去打嘛，对吧？那现在这是联合国的决定啊，就意思是找联合国啊。是，不，我问你，是不是就打了一次之后，就以色列有无限的理由去反复的去占领别的国家的领，就是占领那个巴勒斯坦的地区的领土了？就是他已经，占领你只要这个地就从来就不属于巴勒斯坦呐、这个地方这个地叫巴勒斯坦，整个巴勒斯坦地区都不属于巴勒斯坦吗？就也不按照联合国来划分了吗？来，我再给你科普一遍最基本的常识。你不用你给我科普，因为你的常识给我好多了。别急，稍等、这个地方的地名叫巴勒斯坦地区。对。那么联合国决定在这设立了以色列。嗯。就这么简单啊。这个地区从来就，他联合国不是决定在这个地区就不属于任何所谓的国家。你能听我说话吗？
你说的好像是本来这个巴勒斯坦地区联合国在这里只设了一个国家以色列，实际上划分完之后，这里属于以色列，剩下的是巴勒斯坦，对吧？是这样的问题吧？那剩下的巴勒斯坦地区，它是不是一个国家？当时的以色列的决议看来，是不是一个国家？是不是一个主权国家？还真不是，啊，因不为是。巴勒斯坦没建国。哦，巴勒斯坦没建国，是的，那如就果是巴勒联斯合坦国建划国的了，也不算。如果说巴勒斯坦建国了，就不会有1967年的那个两国决议了。哦，就是巴勒斯坦，它就是联合国划了一部分地区给以色列，这块地区就铁板钉钉的是以色列，剩下的地方以色列能拿到多少就是多少，是这个意思吧？反正剩下地区也没建国嘛，对不对？什么？你说的不就这个意思吗？你认为划了这一块地区给以色列，然后这一块地区就属于以色列，但是剩下的地区不属于巴勒斯坦，因为它巴稍勒等，斯坦哥没们儿，建你国。乱了，你乱了，我来给你我理没理乱，啊。是乱的是你啊。好，我给你理理。来，这个地区，这个土地叫巴勒斯坦。好，联合国五常决定了，在这儿，这个地有一部分给这个以色列了，你建国。好，现在有个国家叫以色列了。好，对。那么剩下这个土地呢，没有建国。能明白这个意思吗？能不能明白？很简单。我要怎么跟你解释？你自己要不要去看联合国决议啊？就当时画得很清楚，一半那属我于请以问，色巴列，勒斯一坦半属建于巴国勒了斯。吗？巴勒斯坦建国了吗？你认为什么？怎么样才叫建国？它的你认边为怎界么线样在才哪叫里建啊？国？它的边界线在哪里啊？边界线是联合国画的，你还问我边界线在哪里？那巴你勒有不斯是坦这个国家的你边界有线在哪里啊？你的观点啊？你的观而点一且直巴在勒斯变。坦自己当年放弃建国的，巴勒斯坦放弃建国是什么对意思呀，啊？他不认同两国决议啊。他不认同两国决议就要放弃建国吗？那不然呢？那如果哦，说有巴勒斯坦这个国家，请问巴勒斯坦的边界在哪里啊？最基本的嘛，我已经说过好几遍了吧？一个国家不可能连边界线都没有吧？那你认为以色列的边界在哪里？以色列边界非常明确啊，非明常确明在哪里？确，是哪里？地图上显示的很清楚嘛。地呃，那就那你意思是以地图上为准？那那地当图然了，剩下的就属于巴勒斯坦，对吧？你总不能认为剩下那片地是你的土地啊？剩下的土地不属于以色是列，哦，剩它下的土地是以色列可以无随时主占领之的土地，地，无主之地，变成无主之地了。它本来就是啊。怎么了？这不这有什么好你的争的？观本点来就挺是独事特，实啊，你的观点很独特。不是独特，这是事实。有问题吗？有问题啊，问题很大呀。什么问题？你你都把说我问你就笑了，讲好吧？吧，你都把我问笑了。就什么问你题？所谓的建国是什么？是怎么样才叫建国？你理解的？哎，你最起码有边界线呐，对吧？你一个国家连边界线都没有，动不动要把这个乙给吞并了，你这什么他意思有啊？能力吞并以色列吗？他有能力吗？他在做啊，他有没有能力是一回事儿，他本他在身这么就是一做啊，个，他他有在没有做，能力是一回事儿，好，他在这么做啊。口头上说是一回事，但事实扔上煤气罐一直在扔正在啊！吞并巴勒斯坦地区的是以色列人呀，对吧？他自人己闷家不作以声，色列就是为意什思么要是，占巴的土地只要啊？巴勒斯坦人一直在宣称他要吞并，然后他就一直在做，但是以色列一直在实际上控制占领这片土地，他不叫在做，是你这个意思吧？你能不胡你搅蛮是这个缠意思吗？吧？到底胡搅蛮缠是你还以是我为呀？什么要占巴的土地？为什么要占巴的土地啊？以为色什列占么？巴勒斯坦土地，我问你，那你说为什么？就因为扔煤气罐是吧？一是直不是这个意在思？不停的扔煤气罐，扔了几十年了，他扔煤扔。气罐，那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地区的人，他没有杀伤吗？没有发射过火箭弹吗？有别没有？急，别急，有别没有占急，领过？稍有等，没有稍过等，屠杀？来，有请没你有？注意了，请你注意了，八对乙是无差别扔煤气罐，乙对巴没有无差别吗？来，乙对你八再说没说有无清楚，差乙别，对乙巴对有八没没有有无无差差别，别？来，没无差别，来，我告诉你，没无差别，为什么？很简单。乙往八扔，都是扔之前先发传单，打电话给屋主，让他们撤离。什么时候我要炸这儿了？精确制导，是不是？这个是不是事实？是不是事实？你太有意思了，哎，我只能说好，你太有如意思。果你认为不是事实，请举例。乙什么时候轰炸了八了？我跟你讲，就以乙的这个军事力量，想轰炸八太容易了，直接夷平。直接夷平，我说了，我喜欢跟你聊天，是因为你能承认事实。那么乙什么时候去
无差别的轰炸巴勒。你给我举例。他不需要轰炸，他只需要把加沙地区给他围困起来，这就像围城一样。这个地区比被轰炸还惨。那好，加沙地区有多少人你知道吗？嗯，200多万人。你知道加沙地区有多少人吗？200多万人呗，咋了？他有多大领土？嗯，大概跟我们这儿就普通县城可能两个县城吧。嗯，两个县城里面塞200多万人，嗯，吃喝拉撒都在里面，嗯，连淡水都无法供应。嗯、你告诉我，这个以色列把它围在里面，还不允许外界援助，嗯、你这个叫、嗯、这个不叫？这又转移话题了，又开始转移话题了。不是转移话题，我就问你，这是转移话题。嗯，别、啊、那以色列对加沙地区没有造成过那些轰炸、嗯、这是另外的话题，有没有？这是另外的话题。你刚才不是在问这个问题吗？别提，咱们先把第一个话题给讲完，不着急啊。那你这样立于不败之地了呀？因为以色列觉得，不是说立不败，咱们先把一个话题。以色列是这样的，以色列他只要反对以色列就是哈马斯，对吧？然后既然你反对我，那你就是哈马斯，那我轰炸你。嗯，你就不是平民，对吧？别急，这是这个问题吧？稍等，来，我先问一下啊，嗯，就如果说你加沙地区的妇女儿童都是哈马斯吗？啊，别急，稍等，来，我不禁要问了，就是如果说你啊，生活在这个，你在家里生活的好好的，然后呢？我在家里生活的好好的，我是在自己家生活，嗯、我没有去邻居家里面生活。对，你在自己家，那肯定是在自己家，对吧？对，你自己家生活的好好的，对不对？嗯，然后呢？你这个你邻居动不动往你家里面扔二踢脚，把你这个玻璃。那我前提得是我在自己家生活的好好的，我不能跑到邻居家里面生活呀，对吧？那就是我把邻居家宅基地占了一半，然后我说我在自己家生活的好好的，嗯、这不是搞笑吗？来，另外啊，你发这个图啊，嗯、你发了这个图，大家都看到了吧？在动态里，大家看到没？嗯，发了没有？发了，已经发过了是吧？嗯，好，大家看到了没有？那个图是纯纯的造谣啊，我给大家看。哦，又造谣了啊！没事，我给你展示，我这也有图、嗯，我这也有图。来，大家看到那个图没有？看到没有？看到了，我给大家看没有造谣的图，看到没有？嗯，稳了，这把稳了。嗯，你放哪里了？看到了是吧？来，直接看没有造谣的图啊！来，直接展示一下，展示一下，放大招了啊！咱们直接放大招了。嗯，我就不懒得这个了。来，大家看好了啊，这是没有造谣的图。来，那个图片纯纯造谣，为什么？来，就像我所说的，就这个地啊，是以前是属于英国的，英国之后是什么？是以色列的，是以色列的，哎，看到没有？怎么了？这个是计划中的什么阿拉伯国？然后呢，看这是以色列，然后约旦把这块地给占了，然后这是以色列啊，是经过中东战争嘛？啊，然后呢？以色列的，然后以色列把这个地，你看又给了巴勒斯坦，是这么一个渊源。这是什么叫地又给了巴勒斯坦？这是联合国决议划分的地，好吧？那按划分嘛，那巴勒斯坦自己不认呐，那划分呗，巴自己不认呐。嗯，对不对？对，你说嘛，你继续说嘛。所以说，我们如果说去看历史的话，你看到没有？这个地以前是属于英国的。嗯，啊，就你那个图就纯纯就是搁这扯的。不是，那你说我的图有什么问题吗？你说嘛。这大问题啊，你的图太这个有相当大的问题啊。我给的图是你记住了，联合国决议划分的图。这个世界上就从来就没有说有巴这个国家，就没有，知道吗？我给的图是联合国决议划分的巴勒斯坦地区的图和以色列现在占领的图。就你说最后一张图是不是以色列现在实控的地区图？最后一张图，是啊，怎么了？啊，对，那你告诉我，这张图和最开始，你不说第一次划分嘛，67年划分的那个线中间差了多少？中间差了多少？别，我刚展示完这个图，你怎么又搁这儿那什么呢？来，67年划分的巴以这两个地方，这个图是谁不认？是谁不认？巴勒斯坦不认呀？对了嘛，对了，以也认。对吧？我觉得也可以，没毛病，按1967年那个划分来就行了。巴自己不认呐、嗯，你这赶鸭子他不上架。67年以后，以那个巴勒斯坦就再也没有从以色列那里夺过一片领土，都是以色列在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你说什么认不认的有什么？因为巴扔煤气罐啊，都说了10000遍扔煤气罐了。他以色列连那个67年决议的这个领土都没有给人家，那人家肯定要反抗呀。他反抗，他没有别的手段了呀，他只有煤气罐，那有什么呀？巴先动手，巴自己不认的，联合国他也决议也不认，五常的也不认，
自己就要跟全世界搞，那你怎么办呢？他动不动搞以色列遵以色列遵守联合国决议了吗？有没有遵守？以自己认自己是认那个1967年那个决议，他遵守了没？不是，我问你遵守了没？他土地有没有还给巴勒斯坦？你请注意啊，请注意，是巴动手，不停的动手，不停的扔煤气罐子，已没办法了。你是乙，你怎么办？你没办法，你怎么办？你那我问你，我要是把你家占了，最后你家就剩一个卧室了，然后你想出门上个厕所都要从我家走。什么叫把我家占了？你的土地本来就是乙的，不存在说乙占巴。就最后就我发的那张图，最后一张看的还不够清楚吗？就现在以色列控制的领土。最后一张是乙没办法，没办法，为什么？乙没办法，天天往你家扔二踢脚，就是你怎么办？泰森天天被幼儿园小朋友骚扰，所以后来泰森没办法把幼儿园小朋友打了一顿。那我跟你讲，是这个意思吧？我们不说小朋友啊，比如说一个成年人，动不动往泰森身上扔个小石头，扔个小石子儿，这就是你说的没办法，对吗？泰森真要还手，一拳咔嚓了，把他 KO 了，那行吗？那不行。那以色列就是面临这种情况。以色列是什么？就以色列就是他往我家扔煤气罐，那以色列不可能说随便往他家扔啊，那不可能啊。所以以色列没办法。这么说吧，你之前我最开始看你的视频，还是说中医的，好吧？别急，有人问图片来源是什么？我的图片来源是知乎，是知乎，上面写的很清楚嘛，是知乎。行，你的图片来源知乎，我看到过这张图呀，我看到过。对，另外乙是被欺负的，是被打的，人家被打不能还手啊。所以说你这样，咱们呢，达成一个共识，什么共识呢？就是巴以按照1967年联合国决议，这是最好的。这个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跟你说，以色列不可能把吃下去的东西吐出来，好吧？我跟你讲，对于乙这种发达国家而言啊，发达国家，对，对于乙这种发达国家而言，就是占更多的这个地啊，就是说对于乙来讲啊，是负担。你可是负担，知道吗？对有些不缺领土的国家来说是负担，但是以色列不是。我跟你讲，乙啊，不是，这句话不是适用于所有国家的。以色列连自己本身一开始连个领土都没有的国家，你现在告诉我给他领土是负担，你这不是在搞笑吗？给他是负担吗？乙现有的这个地足够乙发展了，足够乙发展，乙不需要这么多地。你什么时候进入以色列高层的？以色列高层这么跟你说过吗？哎呀，哥们儿啊，不是你告诉你说这句话的来源是什么？出处是什么？你告诉我，没有出处，没有出处，没有出处，没有来源。那你乙是一个臆断吗？乙是一个人均 GDP 将近5万美金的一个国家。我承认以色列有世界一流的理工科大学，有世界先进的各种技术。我承认，就这么发达的地方，他靠的就你意思是这样，他就不需要领土了，对吧？他没有说不需要啊，你怎么搁这断章取义？你自己刚才说他不需要了嘛？你说领土对他是负担，不需要去占巴的那个地了。那他为什么要站呢？不是，你是只有7秒钟记忆吗？因为巴不停扔煤气罐呢。他巴勒斯坦扔煤气罐之前，以色列就没有遵守联合国决议把领土还给他，这才是巴扔煤气罐的前提。有先后，你明白我这意思吗？是有先后顺序的，是因为他一直在扔，一直要把巴给，一直要把乙给消灭了，能明白吗？他扔个煤气罐能把以色列消灭吗？就凭那个扔煤气罐，扔煤气罐能消灭以色列？那也不能扔啊！那搞什么呀？天天扔谁受得了啊？那也不能扔啊！有人天天往你家扔二踢脚，能把你消灭了吗？你受得了吗？他那片领土占的就是巴勒斯坦现那个联合国决议划的领土，他一直在蚕食。你告诉我他怎么反抗？巴勒斯坦地区人总要反抗，这矛盾一直在激化。不是他矛盾一直在激化，他总要有反抗嘛，对吧？是因为扔在先呐。是不是一直联合国都主张这个地方双方要和谈，对吧？和谈的前提是什么？哎呀，你们起码要恢复67年的决议。说回来呢，不是你怎么又说是扔在先，能明白吗？扔在先的。好，另外我给你读个 SC 啊，你稍等，我读 SC 啊。黑子无价黑总说。啊，巴从来第一，巴没有主权，从来没有主权。二，领土从来不以本地居民的这个啊，就是说这个地上这个土地上啊生活和这个土地所属权是两个概念。哎，就这两条，
咱们这个讨论就可以结束了，剩下都是口水话。我再重复一遍啊，你可能确实理解不了，我也理解你，就是土地上生活的和土地所属权是两个概念。你说的这个话有任何一个有前提好吧？任何一个上麦跟我聊巴以的，就他们都不明白第二条我说的是什么。就如果第二条你不认，你现在这个直播间有很多东西，我一说你就说敏感，我不能说，对吧？我一说你就说敏感，我可以举出一大堆例子来打你的脸。嗯，但是你我一说你就说你不说敏感，就以巴以，咱们只聊巴以，只聊巴以啊。我要你要既然说这个事情，我就要拿反例来证明啊。但是不是只聊巴以，别，只聊巴以，嗯，只聊巴以。所以说，哥们儿，我还是那句话，嗯，我刚才所说的第二条，你自己可以去搜一下，我就不在直播间展开了。啊，如果说你连第二条都不认，我跟你讲，这个世界就大乱了。认不认的问前提，它是有前提的。哎，我跟你讲，这就是这个世界现在的最大的前提，这个世界二战之后的国际秩序最大的前提。哎，我们自己，我跟你讲，我们自己曾经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巴以，别，我们能不反抗吗？我给你挂了啊！你这，我跟你说了，只聊巴以啊，我就跟你这么讲，我刚才说的第二条。你自己好好思考一下，这是二战之后的国际秩序。如果这个国际秩序啊，大家不遵守，那这个世界就大乱了。你别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了，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第一百次，知道吗？你连这个你都搁这杠，没有聊的必要了。怎么着你八要挑战二战之后的国际秩序啊？啊，你要挑战国际秩序啊？那不可能的。嗯，那不可能的。